对，拿舞台说话，而不是拿身份说话。你如果已经是哥哥的话，你必须对自己的每一个舞台要求更高一些了，不然别人叫哥也叫得不太情愿吧。哥哥们也当过弟弟，能够成为今天的哥哥们，也就像我们今天一样。We know what to do, so it's not easy to defeat us.